听说今天这个 4S 店举办一场乒乓球挑战赛活动，奖品是一辆捷达 SUV， 像这种好事能少了我吗？走，赶紧去会会。哎呦去！哎，你要请问这是捷达吗？对，这是我们捷达 VS 七。捷达现在变那么好看了，请问这个活动怎么参加？出台和您挑战者中间摆一台车啊、哦，然后你通过我们这个车，然后绕过这个车，把球击打到这个台面上，你就可以看我们的捷达 VS 七了。啊，从侧面绕过去是吧？对，要从侧面绕过去。这确实挺难，但是今天就冲这车是世乒赛指定用车，冲着名我今天也得拿下它。我去，好久，比绕过去。我试试啊，哥们，你往那边让一让，行吧？因为我得从这啊，我这个范围大。那个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帅哥，是您这个打是不算的。为啥不算啊？我看就是专业的不算，是不是要给您提高一下难度？怎么提升难度啊？把这个后排车窗玻璃给您落下来，然后您从这个后排的车窗玻璃打下来。那怎么不算？本来就是这样的。这个不行，他这一看就是练过的。我们这边是做活动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练过就不算，练过不行，不行的。那行，那行，那咱们那个按照规则来吧，好吧？好。您通过这个车窗，把球打到台子上，车就可以开走了。从这儿打，这窗太小了，关键这也没角度啊。那我试试吧。好的。谢谢大家啊！大家可以点击视频评论区首条链接为国乒加油，赢5万大奖，谢谢啊！